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一顿好饭解千愁。我是美食片导演阿干。天好，来来来，过来吃。等妈阿弟跟奶奶喝吃东西。哎，接着。吃饭不得，我要请你们吃。砂锅凌晨两点才开门。阿干，这里这里。您这个腌肉的比例是多少啊？看心情嘛。我们最得意的就是娘的羊红梅豆腐。啊，真令人上头的味道。哎，行，哎，你咋个干中暑掉了？走，我带个是苦萨克。这个就念啥？爽，甜的味道，香的味道，非常非常不。哎。